钢琴能弹奏出最美妙的音乐，也能带给人光明。我曾经想，盲人能学钢琴吗？直到我遇见了他们。每一个小节可能练了几百遍，一个音靠手，一个音一个音的把它摸出来。我们弹琴不是说在耍技术，我的技术有多棒，最后是要用你的音乐，让你的音乐观众能喜欢你的音乐。他们用努力和汗水来向我们证明了他们有多么的优秀，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回报每一个关心过、爱护过他们的人。